中嘉宽频因应数位时代，全新超高速25G PON 宽频服务正式推出，瞄准商业应用场域，支援企业端的即时数据分析及高流量的云端连接及档案传输等应用，让企业可以享受最快速的标网宽频服务。我们是台湾第一家推出25G PON 超高速宽频的业者，那这个服务主要是给国内企业有大频宽的需求。那我可以马上想到一个，就是譬如说现在大巨蛋办任何活动，它有很多的用户，那它需要连外把它这个转播的很多的用户可以使用，同时也可以让外面的人欣赏，那它就是一个非常适合用25G PON 的超高速宽频的使用场域。特别是有感的是说，因为它是超高速，所以说你在看在使用上面非常顺，绝对不会有 lag。 那特别是台湾开始从 4K 慢慢要走向 8K 的时候，当消费者做 8K 的这个 streaming 的时候，他可以感受到这个服务呢是完全很顺畅，完全不会有卡卡的情况。中嘉宽频结盟国际设备大厂 Nokia 及台湾网通领导品牌 D-Link 有讯科技，多元化的企业服务组合，满足各客户的使用需求。我相信透过这一次呢，我们跟中嘉的合作呢，应该可以把整个台湾的宽频市场带入到另外一个阶段去。那相信这样子能够促使整个台湾整个企业呢，我们在未来这个网络上面呢，我们能够有更好的发展，不是在 AI 或者相关的这个使用者体验。那我们也非常期待这样子的时代来临。D-Link 也配合了这个中嘉宽频这次的一个新产品、新服务的上市。好，那我们也配套了相关高速的这个网络跟网络产品，好，加上这个网管的这个服务。来配套，对，我希望给客户最好的一个全新的一个高速网络的全新体验。我想对客户来看，最重要的这个是产品的这个可用性，好，稳定性，那第二个就是因应这个高速的这个 GPON 的服务，然后网络架构的这个可以提供高速的这个整个网络的一个基础频宽。那再来第三个就是网络的这个安全性，好，资安的一个服务，对客户来讲现在是非常重要。近日，中嘉宽频获得全球网络测试分析机构认证为下载速度及稳定性双冠王，成为客户认证的宽频品牌。此次的最新25G PON 超高速宽频方案，相信能为市场及客户打造最佳最快的网通体验。记者丁克宇、翁俊台北报道。